欢迎回到 Go Get Away 的频道。今天这一集呢，我们要来介绍迪沙鲁有什么好玩的亲子景点。那今天第一站呢，我们来到了去年才开张的一个新景点，就是迪沙鲁的 Mini Zoo。 然后一下雨，现在下雨，所以我没有办法让你看到后面有多漂亮，但其实后面就是一个蛮出名的一个拍照的一个景点，然后真的很美。我看哇，小红书有很多人来这里拍照打卡的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已经买完入门票了。四岁以上的小孩子呢是要收费的，然后一个人是20块马币。然后我们刚才就是买门票的时候呢，顺便买了一个食物篮，那食物篮呢也是20块钱马币，所以一共我们接三个人这样子是80块马币。然后现在我们要进去喂一圈那些动物 ，Let's go。Mini Zoo 呢比较好的是它有就是一区一区的，第一个我们看到的呢是孔雀，那因为刚才那工作人员说孔雀好像都已经吃饱了，所以就不能喂了。然后到了第二区，这里呢就是鱼，然后现在呢小孩子就来这里可以喂鱼的，很多人都在这里喂鱼。然后因为虽然今天下雨天嘛，雨天，但是还是很多人来这里玩，因为他们这里是有提供免费的雨伞给游客们的，还蛮不错的，我觉得这一点还蛮贴心的。好，在喂完鱼了之后呢，我们就过来喂一下鸵鸟。然后这里其实每一个区域呢都会有工作人员来帮忙的，他们就会看如果你需要帮忙的话可以直接叫工作人员，所以我觉得这里的那些工作人员还蛮不错的，就还蛮友善，然后乐于助人的，就是不会让你虐待那些动物就对了，还不错。在那个鱼池旁边呢，喂完鱼池了呢，这里还有一些活动，就是可以给小孩子抓鱼、捞鱼的。那捞鱼呢是要额外付费的，就是20分钟是10块钱马币。然后如果你可以抓得到5只以上的话呢，你可以任选5条鱼带回家。然后现在 Desk 跟女儿在抓那些鱼，然后我们目前的收获呢是2条鱼，但是我们有精心选的2条蛮漂亮的鱼，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带回家咯。然后捞鱼的旁边呢也有 fish bar， 就是你的脚可以泡在那个鱼池里面，然后那些鱼就可以来吃你的屎皮，大家可以看一下要不要做。下一个就是来喂骆驼，可是这里只有一只骆驼，我觉得好像还蛮寂寞的。然后那骆驼好像看起来很饿。羊驼，看 ，Hello， 好可爱呀、啊！这种叫鸡子啊，很乖啊，很乖的。假如其他猫啊，我这样抱啊，它一下都打掉了。好、oh.。好的，那我们花了大概3个小时，终于玩完了这个迪沙鲁 Mini Zoo。
我觉得如果是没有下雨呢，然后人潮如果没有那么多的话呢，其实一两个钟头应该是玩得完的。然后它这里其实我觉得蛮有秩序的，就是它跟你说你要从哪里开始，然后直接就是这样一直绕啊绕啊绕，绕了很多圈，而且里面真的这里还蛮多就是动物的。它还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区域呢，给小孩子就是可以摸啊抱啊那些非常小的动物，我觉得还蛮可爱的。然后这里也有两只羊驼，然后刚才因为刚好是不能喂羊驼的时间，他们可能吃不太饱，所以我们今天没有喂到羊驼。不过大致上呢，其他的动物都是可以喂食的。然后我觉得今天这样花下来两大一小80块，我觉得其实还蛮划算的，因为的确真的是花还蛮长的一个时间在这里的。所以这里我真的很推荐，就是有小孩子的家庭呢，可以带小孩子来这里玩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要去下一站咯。好，那我们的第二站来到了 Desaru Alpaca Farm， 就是羊驼乐园。然后这里也是去年才刚刚开张的，它每天都会营业，然后是每天的10点到6点。然后据说里面就是比较多稀有的一些动物品种，那我们进去看看吧。我们进来到里面呢，然后第一站呢是小绵羊，然后小绵羊是可以抱的，然后它的小绵羊是跟它的妈妈一起的，所以妈妈是可以喂，然后小 baby 呢是可以抱的。然后刚才我跟 Dash 是来体验抱，还蛮可爱的，可是觉得就是有一个羊骚味。不过这里这样看过去我觉得还不错，而且它是室内的，所以下雨的话也是可以进来玩的。然后刚才我们付的门票呢是大人35马币，然后小孩是25，我觉得有比第一站我们去的那个迷你猪贵一点点。不过这里的工作人员我觉得还蛮亲切的，然后他都会跟你讲解有什么动物，所以这里我觉得还蛮不错的，蛮喜欢的。它叫竹鼠，对，竹鼠很大只哎，它就是长这么大的吗？没有，它还在肥啊，还在肥啊，这样子哦，算小只哦，它才一岁而已，哦，才一岁，它可以活到10岁。像这种一只哦，它的价钱相当于一只龙虾。哇！我们进来那个水豚的那个 cage 了，然后可以喂那个水豚。其实这里还蛮干净的，因为他们大小便呢都有一个专属的地方大小便，然后我们也可以跟他们拍照，也可以抱它，还蛮不错的，很清洁。然后就是这个羊驼乐园的主角羊驼，然后这里这样看过去有4-5只羊驼，然后都是可以喂食的。那喂食呢，进来的时候是可以买那个菜的，一篮菜呢是3块钱马币，很便宜。然后这里的动物全部都可以喂食，除了袋鼠，给大家看参考看看。在抱那个浣熊，很像在抱一个 baby 耶，10公斤的 baby。这里还有一个比较稀有的动物，是阿根廷运过来的巴达格尼亚豚鼠，然后它们据说是世界上第2大的鼠类，
这里呢就有两只，然后是可以喂食的。然后刚才那个工作人员也有跟我们讲解，就是他们的来历啊，我觉得长知识的还蛮不错的。好的，那我们大概花了一个半钟玩完了这个羊驼乐园。然后我自己觉得这里的这个动物呢真的是还蛮有趣的，然后几乎每一个都是可以拿来抱，可以摸，然后可以喂。而且他们这里的工作人员虽然说全部都是小妹妹，但是他们真的是讲解的非常的仔细，然后他们真的是对这些动物们非常的有知识。我今天来这里呢真的是讲了非常多的知识，我觉得还蛮不错的。比起之前去的那个 mini zoo 呢，我觉得两个地方都各有千秋。 mini zoo 呢它会有很多 activities， 然后有 ATV 这些给小孩子玩，然后这里呢真的就是纯粹的就是看动物。然后如果小孩子想要骑马的话呢，也可以额外付一个10块钱马币也可以骑马，不是那种迷你马，不是伯尼，而是真的那种大型的马，所以我觉得还蛮不错的。然后门票我觉得他们的工作人员有让那个门票值回票价，所以我觉得还可以，还蛮推荐大家可以来这两个亲子景点看看的。好，那我们的迪沙鲁亲子景点特辑就到这里结束。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呢，请记得帮我们按个喜欢，还没有订阅 GoGetAway 频道的话呢，赶紧订阅我们频道。如果有什么影片内容想看的话呢，也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。那我们就下支影片再见咯，拜拜。